白河十四号南天宫伫旧历7月14日举办着中原普渡，无够100人的小阵头，竟然普渡摆出着110块的普渡刀。主委表示讲，这人是奔赴清水印外村的关系。第一个一啊，吼、哦，就是咱疫情啊，吼、哦，一定消灭；第二个一啊，吼、哦，就是台湾一定爱好；第三个一就是咱奔赴清水吼，爱、哦、来照顾这众生，大家平一定平安健康。伊去年南天宫普渡只有101刀，今年加了10块刀。今年伊的数据那打伫普渡奖品之外，就连一边布袋戏来写是毛111的人来公家来出钱。称赞吼，中原公啊吼，咱这近111的人公家来做一边布袋戏。啊，第三个伊就是讲，咱普渡全台湾有可能，干阿阮这个奔赴清水小庙来用到这个口罩防疫的贡品吼，来大家同时吼，拢来替咱台湾大家吼防疫成功。因为讲疫情关系，今年有真侪代志，咱配合着防疫，南天宫今年的普渡主要是澎湃的贡品之外，同时佫有庙方另外嘛摆出着酒精面片加这翠安。啊，咱这吼贡品就是吼，好，而到拜贺了吼，要来送予三间慈善机构。咱台南两间，吼啊，做家己一间。伊主要是人员爱配合着防疫之外，戏台顶头的布袋戏的戏员啊，每一尊嘛，人来挂上着炊烟，相当特别。啊，阮这边吼111人公家，啊，阮这民间吼要有这中原公啊看，所以大家拢挂口罩的。可能安尼算讲配合政府的防疫措施哇吼，拢完全挂口罩吼，来去做这布袋来应战中原公啊。戏团人员表示讲，这是庙方的要求，嘛是因演播布袋戏头一回来登着，伊姐姐用心安排甲准备，就是希望讲中原公好兄弟接了欢喜，嘛顺势会当将疫情瘟疫全部人抓走。南天新闻台影城白河采访报道。